你怎么那么久才出来？你书包呢？我忘记跟你说，今天CCA要留下来，我不可以跟你回student camp了。你妈咪知道吗？嗯，知道。妈咪六点多会来接我。小南也一样，她不可以跟你回去了。奇怪，怎么都没有说的？我要回去了，不然CCA老师会骂我的。拜拜。 走吧。Sorry，Sorry，不关我的事。嘿，你不要走。Sorry， 我不是故意的。不要跟我讲 Sorry， 黑钱。 我没有钱，没有钱就给我你爹地跟妈咪的电话嘛。不要打电话给我 爹地。你不要给，我就带你回学校见你校长。走。嗯，给我给9738-6271。嗯，还不说？为什么在篮球场？玩咯。玩？ 什么时候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啊？私人开今天没有开，妈咪说可以出去走走，等他下班。妈咪给你出去走走，你阿公才相信你啊。不是我的阿公咯。好，少废话，我现在打电话给你妈咪。不要。好啦，跟你说也可以，不过不可以告诉爹地妈咪。 不然我会被打的，promise。 哼，悠悠啊！小南叫我骗 student care 老师，说今天 CCA 要留下来，他说他要陪我玩。啊！你又骗人！哎呀，你干脆改名叫狼来了，真的是不见棺材你不流泪。 什么是棺材？棺材，棺材就是你阿公给你寄时候住的地方了。好了，至少你做对了一件事啊。看在你打电话给我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爹地妈咪告状。真的？骗你的。怎么样？是不是？被人骗的感受很不好，对不对？ 所以你到底会不会说？你这么会讲骗话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是狼来了！真的给你气死啊！这个小狼，我是小狼，你是老狼。哇！哎呀，你真是，哎，吃吃吃！可以六点才回来呗？你到处乱跑，给老师发现，你就完蛋了。他不会懂的，他以为我在学校。切！ 王嘉乐，你明明没有CCA，你骗老师！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带嘉乐去吃东西，所以忘了告诉你了。你怎么可以随便带走孩子，还鼓励他说谎？哎，是是是，是我的错，你不要怪嘉乐了。现在不是怪不怪的问题，我刚才不放心，已经联络了他的爸爸妈妈，他们现在四处在找嘉乐。完了，爹地一定会打我的。不用怕。
阿公陪你回家，跟爹地妈咪解释清楚。不行，嘉乐必须留在这里，我会通知他爸爸妈妈来接他的。那我就在这陪嘉乐吧。我不要陪阿公，我不要你陪。嘉乐 ，please， 爹地看到你一定会更生气的，你走开 ，please。嘉乐你很厉害啊，学会说谎，好学不学去学校干嘛？好学不学说了就说谎啊！好，你还敢不敢？你要把他打死是不是？是啊，我就是要打死他。你有病啊！小孩子哪个不会说谎啊？他变成那么坏，你还帮他说话？像你这样是非不分，你怎么当人家的妈妈？好，你厉害，你会分是非，你去找那个罪魁祸首啦，是那个算人带坏我们家了的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要接近那个人，你为什么听不懂？你凶孩子干嘛？他才几岁，人家身边拿个什么饼干、巧克力就把他骗走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要教他。你要教的不是你儿子，是你老爸，在那边乱发脾气干嘛？你要打就打他。他是不是去学校找你？说。什么事啊？请问你是王七先生吗？是啊。有人报警，怀疑你涉嫌拐带孩子，请你跟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。你自己烂就好，不要教坏我儿子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准你出现在我儿子面前。你有种，报警抓自己的爸爸，你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我没有爸爸。今天只是个小小的教训，如果你再纠缠家了，我一定会向法庭申请禁制令。如果你敢再带走他，我保证会送你回牢里去蹲。